刚好是那鬼屋的正上方。等一下，就这样一路一直下去哦。对对对，哎，够了，两杯。好，大哥，阿伯你都爱行啊。去让让，我在七道滑雪。真的滑的。哦，蓝色部落款。大概还有8公里左右了。呀，8公里！我昨天不知道被什么咬的。兰克啊，准备好了没？赶快跟着我一起出发吧！这次我们要到阿里山地区的蓝色部落李家村，周族同胞将要带我们经过古溜古溜的大石壁，远眺美丽的达纳伊谷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沿着周族古栈道来到就这是旧部落寻根，进入迷雾森林寻找当年的坠机现场。兰克啊，快跟上吧！我这里有旅游的行程，冒险的历程，只要你跟定我沈文成。这一年有陀螺啊，这山谷里面原住民的守护神祖灵啊，底下的守护的对啊，所以他在那沟里那底下经过吼，不然是外地的还是本村的，拢在底下藏物件，啊无讲入去盖拜的对。小马，哎，我们准备一些那个礼物哈。李家村当地的人都相信，进出部落都要在这里祭拜，才能够保平安。当然，像我们常在山上跑的人，也要入境随俗，献上我们对当地山神的尊敬。李家是阿里山周族的部落，如果要去造访这个地方，可以从嘉义沿着阿里山公路往阿里山方向走，到了石座以后转嘉义169县道，经过达邦，再往山里面走，就会到达这个美丽的部落。因为美丽，李家又有蓝色部落的名称哦。但是兰克啊，要先提醒你啊，石座加油站营业直到下午5点，自己开车上去的话，一定要注意油量够不够，阿拉伯的就拍看。我今麦来到这个所在呢，是位在这个阿里山乡的一个很偏僻、很深远的地方，叫李家村。咱这李家村呢，有一个外号叫好听，叫做蓝色部落。为什么叫蓝色部落呢？那我们进去给他了解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OK，Come on，Let's go。李家村是阿里山周族的达邦社分出来的一个部落，周族名称叫做尼亚乌兹纳，意思就是温家主人的家。现在的李家又多了一个号称叫做蓝色部落，因为李家在蓝天之下显得特别的美丽。老爷，你看连你的门牌啊，都弄得别致。上面这个底是蓝色的哦，然后上面写罗庄树园哦，这一点是没有原住民的名字啊。衣服。蓝色部落款，哎，那个是边啊，大哥，好，那边还有衣服，哇，好漂亮哦，哇，还有那双大人跟我们见三叔见过回草，精雕布置呢，哇，这个又更别致了，你看，伊后边搁我做一路金的，金鸡，啊，杜庆才。帕苏亚蓝色部落，还够不一样的。哎，
有一次，这也是有一套，真是有心。你说，哇，我来对地方了。三个，原来这里叫做蓝色部落呢。我绕了一圈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那门牌是蓝的，车子也是蓝的，天空更是蓝的。不怪叫蓝色部落，到处都是蓝的。李家人相信，在距离村子不远的大石洞里，有神灵在保护着部落。周族的话，鬼跟神是同一个字，所以神灵住的地方，翻译成国语就变成鬼屋了。带我们去鬼屋的小杨跟安全跟我说，因为当地人非常信仰这个传说，所以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要抱着非常尊敬的心才行哦。哪里？哎，文仔，我们到那个到了一个地方哦。这个是刚好是那个鬼屋的正上方。你说就这里，我们就站在鬼屋上面。这个鬼屋就在正下方啊。是啊，我们是在它的屋顶啊。那不是很危险吗？没有，它的禁忌。没有关系，我们有我们在。有你在。等一下，我们到前面那边稍微，我们没有带一些酒嘛，我们用盐啊、还有一些槟榔来敬拜一下祖辈。杨老大，哎，我们贡礼时那边不是拜过了吗？这边还要再拜一次吗？一直拜还要哦？你们这边怎么规矩那么多？因为这边是一个禁地啊，以前是禁地啊，不能随便进来。哎，文仔，这个是，很特别啊，就好像一整块大石头。对，哦，就卡在那个山顶上。这就是我们的。哎，你们的鬼跟别族的鬼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你们的鬼喜欢住石头，就不一定要动啊，它就因为石头。只要石头，它就会住它的家。那为什么我们供也是放在那个旁边？就是为了镇压这些妖魔鬼。哦，你们石头也是，哎，这个还是跟平地人习俗一样的，什么泰山石敢当，那个石头上面刻字啊，阿弥陀佛。那么地藏菩萨、什么观世菩萨，是欧玛尼变有吽，又变有法力。因为除了我们那个门户以外，对，最主要就是镇压这些鬼。哦，那这个石头就卡在这个山路上。哟，那我要带一下。万物都有神灵，这是原住民普遍的传统信仰。因为人的一举一动都在神灵监督下，所以形成了一套法则，让原住民变成最尊重大自然的民族。就在鬼屋旁边有一个浅浅的洞穴，小杨说这里曾经发生一段凄美的故事。为什么你们给他取风流洞这个名称？这个就有典故了。哇，来人家，大家今来听故事，我的原住民在讲故事。相传哦，就是我们古代的这个我们的社会体制哦，严禁男女授受亲。哦，我了解你的意思，就是在婚前。对，婚前是就不能就随便那个乱来。不过这一对男女就是说为了突破传统，就是偏偏就是有一对对不妥协，一个礼拜不满现实，失踪一个礼拜。就住在这里，被人家找到，他就在这里。啊，结果那个后来呢？是，后来是，也是让他们结婚了。你说是？我没有，还是被、那個，还是不能结合。哦，还是长老还是决定要把那個拆散，还是拆散。有情人不能结合，应该是很多人心中最凄美的故事结构跟公式吧。因为人总是比较喜欢悲剧，很少人会想知道童话里面的王子跟公主到底婚后幸不幸福，因为少了扣人心弦的张力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结局不浪漫。我跟你讲哦，等一下，我先在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这车子不够重，我们人也上来，来，给我，哥，再来。
抓好、哦。跳了吗？那跳一跳哈、哦。哦，抓好，抓好，抓好。OK 哦。OK。哦哦这比塞车更加甜嘞！哦，哎，串嘛，串啊串！嗯嗯，嘿，这一招蛮好用的。这个跟雪乌闹、雪乌闹部落他们学的。大哥，这只好行啊！阿伯，这两两嘞吼，无四丈，你若要爬这条街吼，无大的时阵，你就人家个地掉较重嘞。哦哦哦哦到了，两位大哥，到了吗？要开始步行了。对，我们的路口就在我们的车后面。车后面，哎，我们的路口。哇，还要走多远？我们大概5分钟就到我们的大石壁。哇，这么方便啊！对对对。哦，这以后客人来的话就好了。对。哇，很舒服呢，吸收这个空气。咕溜咕溜哦。对，哎呦，汤客，哎，等一下，就这样一路一直下去哦。对对对，等一下多长啊？这边哦，将近要可能，因为我们没有实际的给他量，测量过，大概要400公尺了，400-500公尺就对了。我、哦、这是天然的溜滑梯呢。对，我们平常来这边玩，就是带小孩子来这边玩溜滑梯了。他小孩子来这么玩，我们那周主这小孩从小就有给他练胆哦。对呀、啊，这边就算要给他淘汰，不是，从小就要训练呐，对不周主小孩要训练，大冒险家当然也要训练了。虽然这里很骨溜，虽然我们的队员都没有穿黄花鞋，但这就是训练，训练胆量，也要训练大家灵机应变的能力。从这里呢就可以看出来了，队员应变能力的高低哦。喂，哎哎哎，你会不会太离谱啊？哎，够了，哎，够死了。你好像那个弹簧，用弹簧的折磨娃娃。哼哼，那个，你看，那不穿黄花鞋的下场就是安尼，就是这个模样，两字两倍。这里哦，啊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不会滑啦！哎、欸，你看后边嘞，哦，健步如飞，健步如飞，来，欣姐，欣姐，来哦。好，大哥，阿伯你来接哈。那个小杨，要你建议那个客人哦，如果他没有穿滑滑鞋，你就用这种的。打赤脚就好了，直接穿这个就好了。打赤脚，然后穿这个，好吧？好、哦，哎、欸，这蛮好用的。哎，好了，你当攻击手。下面真的还有400公尺。喂，你看下面呐、啊。这个镜头还不到一半。所以它下面是这样斜下去吗？没有，就是这个线就这样子下去。我可能没有办法，危险了。我们还是走旁边的，走旁边，走右边。我们这只是来看峭壁，不是来玩峭壁的。急到花姐，这里哦，哦，不错的哦。哎，对不起，请让了。我在七道滑雪，哈哈，哎，人家有看无？哎，这就是有穿无穿的吼，阿伯伯伯啊！哎哎哎哎！
没关系，家里后事我的老家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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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哦，人家，你知无？伫顶悬，顶悬吼，行到这个所在，哦，二十几分钟。可是这个峭壁有多长啊？还没有到尽头嘞！你看他们还在那边嘞，哦，哇，有够长的，真的是世界奇观。到了吗？陈大哥，到了。在这里啊，这个就是大石板的尽头啊。哦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你看，这抓抓抓抓！你看，我们直接。那下面是什么地方？那边就是达那伊古自然生态公园了、啊。哦，就是顾宇的故乡。对对对，苦花的故乡。对，我们从这边俯视下去、啊。哇，这个姿势呢，我们滑下来峭壁的尽头。对，这个就是尽头，底下就。下面就是大峭壁。对。啊，从达那伊古看，这边就是一个大石壁。对对对对。哇，奇怪，怎么会有这么绝妙的地方啊？平常夏天的话，雨季来临的话、嗯，这个是瀑布，嗯，这是瀑布，所以夏天瀑布、哦，哎、嗯，那从达那伊古看，就这边就一个大瀑布了。对，所以平常我们雨季的时候，我们不开，哦，不开放，不开放，小心，哦，虽然看就更壮观了，哎，狼哥只能到这里哦，不能再那个了，这个树也不老哦。原来李家跟三美只是隔着这座山。站在峭壁旁边，看着美丽的达那伊古跟三美村，部落里面广播的声音都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内容。再说一下，静静地欣赏眼前的美景吧，看看蓝色的天、蓝色的溪、蓝色的达那伊古跟蓝色的李家部落。看起来，这山顶哦，真正空气好，哇，足安静的。时间较早嘞，来去部落内面吼，甲行行看看，好，行。伊家这部落呢，足水的吼，又很安静，而且又很干净。啊，大大间拢做甲足艺术，花木扶疏啊。欸？你听咧，很远有咧欢呼的声音，啊，无怪哦！你这蓝色部落啊，你看起来那起码那么无人，原来都是跑到那个地方去了。哇，我听说那个在国校那边，但部落的人都在那里从事一项活动，是吧？但是真话当那里看。不错，迄人拢伫遮，哦，都遮伫个因个部落内底踅时阵，啊，都看拢无人，哦，原来都是跑到国家这里来集合了，哇，来滴足闹热的，你从啥我朝大家来看，吼、哦。哎呀，啊喂！阿爹嘛，南杰，我有精神了。几天在落雨，哦，因遐个安尼。不畏风雨，哦，安尼认真的排练，那就像代表他们这个李家村的，哦，会当伫咧咱转型运动会时阵吼，大放异彩，我、哦、大概了解李家村的村民，为啊安怎伫遐爱护他们的传统，哦，啊介绍咱转型的同胞安尼熟悉。我们道具我们不要放在这边。
那女生就穿着那种传统的服装，男生也是，包括来对啊，有长老、勇士，还有那种帽羽那种，像底下那锦襟。哎呦，怪话术！哎呦，怪话术！大家表演什么曲目？在练习他们的这个祭典。祭典吗？这个是他们礼拜六要去表演，去东海大学表演，所以现在排练。小米宫斗剧，我们知道这个小米其实我们原住民这个上天赐的恩赐了啊，因为我听说每一个部落都有小米剧，每一个种族都有小米剧，我们包括我们卢凯族。那以前我记得我们在那个小米田哦工作的时候，不能打喷嚏，不能打瞌睡。不能开玩笑，不能放屁，所以它是一个很神圣的那个农作物都丢了，所以我每一组啊都有那个小米祭。虽然我对原住民的音乐哦一直耿耿于怀，念念不忘，但也仅只是限于我们卢凯族的。那今天来到这个李家哈，才能够真正了解到、接触到什么样子才是最原始的周族音乐。我安静地站在旁边，欣赏这样的画面，嘹亮的歌声回响在山谷的夜色当中。在李家部落长老的带领之下，族人们努力的一次又一次的排练传统歌舞，不敢稍有懈怠，这是当然了，因为连老外都知道，他们有壮如山的阿里山少年跟美如水的阿里山姑娘，他们是歌曲里面的阿里山子民，叫做周族。第二天清晨，整理好装备，这次的重头戏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要沿着舅舅石古道寻找美丽的舅舅石旧部落。早就出门，雨雪渐渐光。啊，这样一起来哦，精神百倍。人个，你这离家吼，这部落即马最近进步介济，哦啊，人客来这吼，拢免烦恼无所在通住。我咧看，哇，咱起啊足水个呢，吼，这民宿。哦啊，即马吼，要带大家来去另外一个所在，哦，所以说。有一点距离的，这是他们以前那个李家部落那个旧部落，或者绝绝师，路途遥远，啊，物件介济，啊，所以阮有请几个迄落因在地啊，迄个我们的主民啊，啊，刚到三工。哦吼吼，啷个啊？这个可以背多少公斤？你们这个是专门设计来背爱玉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哦。哦哟。这个100公斤没问题。哦，可以背好几个人呢。嗯。哦，你示范看看，要怎么背？是啊，对，这样子，这吗？哦，难听了，这个你们设计的跟我们陆凯族的不一样，这是你们周族的哦。这个哦，我们设计的是怎么样？因为我们的地形不好嘛，哎，我们这个地形什么地形都可以停下来，哦，这样子，不用找到很平坦的地方。哦，嗯，都要投这个看到我们足球，我们用。不是顶在这个前，哎，对对对前门吗？哦，就这个那，哎，我们东西就摆在这上面。嗯，哎，我们这种最先进的这个背包还有气垫的都用不到了哈，还是习惯用这个。比较习惯了，也是传统的。是那个，这个是配合我们的人体工学呢。啊，哪个？嗯，那呢赞助厂商，你看在设计者哈。阿爸哦。九九石古道是李家部落正在努力开发的路线，距离李家村只有5分钟的车程，是以前九九石旧部落的连外道路。小杨说，九九石部落对所有李家人来说是他们的根，是他们的母亲，所以部落常常会发动村子里面的义工上山帮忙维护跟清理古道，希望能用这种有限度的开发重建美丽的九九石部落。到了吗？到了，到了。
哥，你大哥，走吧，走。大概还有8公里左右了。哎呀，远的8公里。哎，小 case 啦。都拍隐山庄呢。没有啊，不用拍隐山庄了。阿达加大拍隐山庄了。啊，我们这边哦，这路况都还不错啦，因为看到这个地板啊，哎，这个地板你们是有整理过哈？有整理过，啊，有整理过，为了我们走路方便，就给它整理过。哇，这哎路太好，我不会走的。哎，前面就有。我是山羊。哎，前面就有给你试验的路程。前面就有山羊的路啊。有山羊的，那个是山。真的是山羊的路。以前这条路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个也是我们的李家的古栈道之一啊。古栈道，对，通往我们旧部落嘛。旧部落，对。就是曾经是一个很大的部落，后来被日本人强迫迁移到比较容易控制的地方，变成现在的李家、三梅、新梅跟茶山。就是在周族的意思呢，就是有很多大樟树的地方。但是我问小杨，这些樟树等一下能不能看到？他摇摇头说，早就被人家砍伐光，拿去提炼樟脑了。为了少数人的利益，弱势族群总是第一个被牺牲的一群。就像这群曾经是就是服役的人，就算是现在要回到曾经属于他们的传统领域，脚步也都是沉重难行的。刘先生，哟，那个，你刚才听说你的火气大，火气大，我现在介绍给你，顺便治疗。嗯，这个，这个东西，瓜帮啊，瓜帮，对，我们来，我先示范，嫩的地方。哎呦，你的都比较脆呢。对啊，我的这种可以止渴，我的这个你看，哦，要搓稀，没有再剥一次就好了。可是这个真的很像甘蔗呢。看，我教你，教你这样。走。这样，很好剥嘛，这样。就这个。我们小时候都是吃它的花。吃这个嫩嫩的、啊，苦苦的啦。我就说苦口良药就在这边呢、啊。良药苦口。嗯。阿伟，哟，妹。哦。姐姐退会了。都这样了。很简单，就是看。我你看他吞不出来，他刚吞了，过呀！死呢，死呢！哦，有点累累呢。哎，陈大哥，哎，刚好我们到我们那个土地公啊，我们还是要拜一下了。哦，因为你第一次进到我们这个。就是古道，哎，这是我们的周族祖先的这个地盘哈，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的仪式拜一下。哦，应该的，好，那就看你的哈。我先把这个香放上。好，你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放？因为我们这个，这个我先解释一下哈，这个土地公哈，山神，对，属于山神哈，就是说我们有身上的东西可以放给他。给他摆他敬拜一下，跟他，所以有什么，反正身上有什么，有烟啦、槟榔啦，或是什么，有1块钱都可以啊。现在我们都有1块钱嘛。我是有带烟的，1块钱，这个，100块，100块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呦，有没有零钱啦、啊？比较钞票也收嘛。这也是进入现代化了嘛？我稍等一下，我先念一下。我先念一下。走，阿爹妈咪，阿爹，我说阿爸边呢？阿干阿好，是多么大气，怎么样？阿爷呢？么大叔，咋？哥哥嘛，多么好呢？怎么样？阿爸阿妈很硬咋？啊，外公单一气多么大气好，怎么样？阿爷呢？么大叔，哥嘛多么好呢？怎么样？有啊，我做一位呢，这个他妈怪你。时代在变，潮流在变，人在变，神似乎也在变。用一支烟代替香烛，用一张钞票代替祭品，看起来好像不成体统，看起来一点都不成敬意。但是我却知道，在文明的眼镜之下，什么都在变，唯一不变的是原住民敬天祭地的心不变。
仪式算什么，祭品算什么，重要的是心能不能跟神灵对话，重要的是自己究竟抱着是什么样的心态面对着大自然。哎，老杨，哎，等一下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马德玛换你，这个，嗯。妈妈换你，就是这个是什么文？卢凯子的话。哦，我一猜就知道了。你在问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，嗯，刷克兰帕。啊，刷兰帕！喂喂喂喂，没，纠正一下，就是、没礼貌，要讲文雅一点。刷兰帕，你刷兰帕，不能这样讲啊，那人家会笑。嗯，哦，像我们原住民说没有水准，要说山兰佛。山兰佛，来跟山兰佛。佛，奇怪，你的佛怎么绕红绕红？因为我的牙齿。来，再来，山兰佛。山兰佛。佛。我不要只顾着往外看这个。不是，为什么你的牙齿会少一颗？有一个校门口在这里。没有，上一次我跟那个什么澳洲袋鼠跟他前几包。我输了，被他一拳打下来。不是，嗯、我听私底下听他讲，不是这样，是飞鼠一拳打过来，他抓了飞鼠，让飞鼠一拳打过来，牙齿都掉了。有个倒霉。哦，你这三蓝符，这个是属于什么东西啊？属于寄生的。寄生的。属于寄生。境内就对了。它寄生在那个树根里面。树根什么树根？哎、嗯。这棵是相思树的，对，这棵是相思树，他很喜欢在相思树里面。有相寄生在相思树上的东西都不错，像那个我们有，香西啊，香那个相思枝，有哦，相思枝有，哦，香西莲基啊，搞不好这个附近有、啊，香西啊基有啊。嗯、那你说这个山兰佛是干什么？这有跟灵芝一样有药效吗？这个、哦嗯，我们泡酒是我们的威尔刚，威尔刚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泡酒。对呀、啊，威尔刚。对呀、啊，能起死回生。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形状像什么？这个是比较小的，比较不像。哦，这个是国中的。国小的啦，国小的啦。嗯，哦，这个是威尔刚，可爱呢，这、嗯、哎，头硬硬的，它、啊、这个红红的。对呀、啊，它是寄生的，里面是一朵的，它的那个菌丝啊。其实可以挖挖看嘛，可以。你看，我看。哎呀，你看，哇，没想到它的底部那么大。对啊，你看，哎呦，这边都有，这边都是啊。哎，它近视。天哪！它是冬天，差不多11月到这个时候，一直到最主要是11月到12月最繁殖最多的时候就是这个。哦。嗯。你看它近视就是它，这个是它的近视啊，对，美香香的呢，哎呦，很脆，对，哦，有一个红红的一些丝啊，哈，它这个是菌还是植物啊？它现在它寄生在那个树根里面，哎，寄生在树根里面，嗯，哎呦，很脆呢，对啊，很脆。啊，里面还有那个血丝，哎呀，粉红色的，很漂亮哈、哦。像我们采收就采收这个部分。哦，不是那个下面啊，下面就保留了，留到不停的长。对，明年就是十一月到十二月的时候又会长，不过这个也是会破坏相思树的整个哦，整个会慢慢死掉。如果太多的这个太多的、哦、会这个相思树整个会死掉。嗯，这就跟那个寄生虫一样。对、啊、哦，所以这个万事万物哦。都互相互生的，互生的，互生，对呀、啊，相克，对呀、啊，嗯，哦，太奥妙了。把这种孤比喻成山的话，就是那个啊，这种大自然的奥妙，只有长期跟大自然相处的人最知道了。但是我现在也体会到另外一种奥妙哦，哦啊，不对，是啊啊啊，不妙，因为高速公路终于结束了，快乐就要开始了。嘿，暗啊！这个是建竹林啊。哎呦，哇，真的！这好可惜，还没有竹笋呢。再过，再过二十几天就有了。哦，看见。这都唔知道富翁平啊？建筑发家呢，都爱用喷的。那边叫他铺一条路出来，
好多鸟巢蕨哦，大妹。有。漂亮嘞！这个都是我们野生的蔬菜嘞。哎呀，真的是哎，你们很幸福美，很美满，到处都有东西吃。小杨，哎，糟糕了，刚刚那个鸟在报警呢，他说山上有雾喽。他就是要跟我们讲说前面有雾啊，哎，要小心，啊、要速度要加快喽，要不要摸黑喽？不会啦，我会控制时间。好，辛苦你了。看见你去山顶吼，上加大蒙，很多在山上迷路，就是因为起雾的关系哈。但是我会教你们怎么求生。哦，真的、啊、好，慈善教官，麻烦你了。我们越往森林的深处前进，雾也变得越来越浓。幸好小杨找到了今天的扎营点。看见。我已经行到这个1255公尺海拔的所在，啊，他们在这边有发现一个水源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边扎营，啊，现在我们原住民，他们都嘴原住民，现在在这边弄一个非常速写的公寮，哦，猎寮的地儿，因为我准备到家，啊，等下吼，我们就要轻装再继续往上攻。啊，到目的地以后拍拍，我们就再回来，晚上去住家扎营。哦，辛苦你们了。哇呀，漂亮嘞！这样有树叶就好了。啊，上面再盖芒草树叶这样。对。用竹子当架子，用杂草跟树叶当屋顶，在几个人分工合作之下，一栋简单的山屋很快就完成了。虽然不是很豪华，可是对常常上山的原住民来说，这样的草寮也算是这里最高等级的享受了。搭好草寮，我跟其他人开始搭我们的帐篷。小杨说，原住民在山上工作从来不带帐篷，常常一个人一堆火，这样就可以过一夜。如果要舒服呢，就只有简单盖个公寮而已，像我们这样子睡帐篷，他说实在是太麻烦了。现在我们这个营地这个简单的寮我们搭好了，搭好了以后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重装备放这边，重装放在这里，哎，然后我们还要轻装，轻装往上攻，攻顶，哦，就你带我，对，他其他人在地里准备，有的要准备晚餐了，准备晚餐，拿水，哎，还有拿木材，拿木材，对，好，那就你跟我还有摄影师，对，就上去了，对，安全，你们在营地这边等我们，我们先上去一下哈，好的，慢走，天黑之前会赶回来的，嗯。希望有热腾腾的晚餐在等着我们哦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，来，我们走。我要两只飞鼠，一只山鸡，开玩笑的，他是点菜。留下部分的人看守营地，我们继续往山上走。小杨说还要带我们到森林里面，那里曾经有一架飞机坠毁在那里。兰克啊，在浓浓的迷雾森林里面，原本就是充满了很多的未知数，再加上这种事情，真的会让人后背心。喂，阿阳，哎，什么事啊？我们要小心哦，你看是不是有熊来过？哎呀，你不要自己吓到自己好不好？是熊来咬的、啊？不是啦，这个是松鼠啦。你搞骗松鼠那个？这本来就是松鼠，这个冬天嘛，找不到食物嘛哦。哎，它吃什么？它吃这个烂木头，它就在找那个什么敲形虫跟独角仙的那个幼虫啊。哦，你讲那个什么葛木虫？嗯，对啊，它就是连这个。浮木嘛，哎，我第一次听说松鼠要吃虫呢。哎，所以冬天嘛，没有果。是你们这边的松鼠才吃虫？没有，那全省都是这样。我们的松鼠都吃水果啊。因为你们那边水果比较。吃木瓜、啊因为那个是浅山嘛。哦，浅山了 这个是原始森林啊。原始森林的那个松鼠会吃虫哦。对啊，它就在找虫啊。我以为是什么那个白比心啊什么的。不是，你看这么猛啊，它还有牙齿。一方面是磨牙齿的，挖开，看看它吃什么，哇，可能被吃掉了吧？哪那么厉害？走看看，可能被吃掉。你看刚好，它的那个幼虫的粪便都在这边呢，被它吃掉了嘛？
哎呦，没有了，被他吃掉了。我松鼠，因为那个两松鼠只有两只嘴嘛，这两只牙齿嘛，不是两只嘴啊，讲错了。两只牙，前门牙，门牙两个嘛，很锐利啊。一方面，它啃这个树头，一方面是磨牙齿，然后找。哎，这个吃光了呢。对啊，它也会找啊。所以这个木头哈、哦，烂掉以后，哦，还有很多利用呢。对啊，按一个循环嘛哈。波利亚嘎仔，这只是松鼠的节奏，如果是熊的痕迹，那我们可能就很麻烦了。小羊安慰我们说，这里很少有熊出现，山猪呢就比较多一点了。要是遇到山猪，它还可以帮我们晚上加菜呢。哎，我想还是不要好了，赶快上山去找坠机的现场吧。村长，这个就是以前当时 F-10 是在这边爆炸的那个第一现场。第一现场。哎，这个凹地的，这凹哦，它是整个就这样冲过来。对。这个是第一现场，先撞到这里，对，然后整个方圆差不多一公里啊，都有它的残骸。为什么爆炸威力那么大？因为它带那个一些子弹嘛，弹药对不对？哎，弹药，还有什么？有没有挂飞弹？它有挂两枚，但是没有一颗爆炸，一颗爆炸，另外一颗是没有爆炸。哇，真的、啊？对。哇，那个啊，这个树是不是当时就这个树就是当时被炸的，被炸到的。哎，对对，也是这个大本不一样，我们看不到了。傍晚也是，现在是3:05，四五点那个左右。哦，当时听到有爆炸声音了、啊，我们很大声、啊。哦，然后这第二天我们发动我们的那个救命，那个一些山青队啊、马上来这边搜救。哦，那飞行员呢？你来得及跳伞吗？真的是要跟他拜一下，没有来得及留在现场，哦，也找不到了。是啊，那他现在可以发现到一些残骸吗？有部分都还有好几个地方。啊，走，我们可以去找找看嘛。哦，好吧。走。等等，这边有一个、哦。这边有一个基地。Oh my god！ 这是涡轮的一部分，对，涡轮的一部分。猫，这吃了吗？对，这吃了。嘘。哦，这个蛮细，这个不生锈。对。不锈钢的那个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它的，应该是它的那个盖子。我看看，盖子吧，叶片呢、啊？应叶片呢、啊？这是叶片吧？应该是叶片，包在外面的。哎，叶片。它的进气口不是很大吧？这一次我们要进去维修的话，再钻进去。那个附近还有啊？还有、啊？还有啊？哦，我们再去看吧。这个部分而已、啊。对啊，这飞机很大呢、它零件很多。你说。方圆一公里都有它的碎片，都有碎片了。哦，那我没有很仔细的去找过了啊。当飞机坠落的那时候，飞行员的心中究竟会是什么想法呢？但是飞行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伟大的梦想。F-104的飞行员应该也是抱着这种梦想才加入空军的吧？那么抱着伟大的梦想而死，那是不是真的就没有遗憾了呢？我实在很难体会。靠边，那大鹏啊，看无啊？哎呦，阿郎在对，喂，小杨你在哪里？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东西？那边有、哦，好，我过去了。哦，真的，等我一下啊、哦！我看到你的灯了。哎，哦，看到了。这边。等一下。
西。你的东西呢？在上面，在上面一点。好。哎。到了没？到了，到了。在十公尺。十公尺。哎，十公尺。哦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你看，这应该是属于传动轴，传动轴的部分吧？哦。嗯。这边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传动轴，对，看那样子，构造跟车子差不多。对。这边还有那个，啊、哦，轴啊。西瓜又蛮重的。因为太久了，有的已经被草啊盖住了，有的找不到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个也可见那个爆炸威力很大。对呀、啊，有那个方圆，这个一公里都有啊。那所以那看到那一些大树都听说了，听说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路线都不一样哦。嗯嗯嗯。听说我们村民有发现还有机枪呢。五零机枪啊！哦，飞机上的机枪，战斗机枪。但是我确实的位置我就不太清楚，因为太多、嗯、太多了，都是分布在那个四散在那个方圆一公里之内嘛。对对对对，但是很可惜，但是没有办法救那个、嗯、飞行员。那拜一下，叫安息来为因公殉职哦。我一个人来这边，有时候我一个人，那头发后面的头发都竖起来。是啊、哦。对啊。那起鸡皮疙瘩这样。嗯、对。嗯，毛骨悚然。我看哦，我们其他的哦、嗯，还要不要找？可能有的被草盖住了，都找不到了。不是，我一个建议，我们沿路回去找。反正我们就跑到这里了，因为现在已经四点了。嗯。啊，那个天色也暗了，我们这样。第二天早上雾气更浓了，这让我有点担心今天的行程，因为小杨说从这里要到舅舅氏部落还要绕到另一条路才行。为了赶路，我看还是先把所有的人叫起来准备会比较妥当。哇、啊、哇、啊哪个？哈哈，老张，你把看看用德光水的洗面了无？唔拉你鸟，嗯，嗯，哎，这个啊，嗯。嗯嗯嗯嗯嗯嗯慢慢的啊，说完了，再喝一口。哇，冰凉无比，无上的甘甜。人家安尼唔叫好多人生。我们大帽剪叫的差不多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那个小杨，那你们那边呢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那我们预计五分钟以后出发，好不好？可以吗 ？OK。OK。哎，谢谢。我昨天不知道被什么咬的，啊。哦，你跟我这个齿痕如果是开一点，就是小青咬的，小青以上的青竹丝。公家，哎，昨天晚上这边是不是有青竹丝在叫？有，你怎么知道？有啊。到处都有叫声的、啊，什么叫声都有。哦，昨啊恁大种到落大麦嘞，还用迄落高粱酒，搞不好无嘞。哦，听几枚。哦，昨天晚上好痛哦，然后再用那个药草膏抹一抹，好一点。哦，昨天你哀哀，我你烦恼，我唔知是啥点。好的，就出发喽。谁呀？哎。你确定要这样一直砍路吗？没有，我们今天为了节省我们的体力，我只好直接抄近路。抄近路，我们开自己开路。你确定开路的时间跟走原路的时间会节省吗？会节省，绝对节省。哦，我看，你看，那个把鸡鸡，没有啊？你看我的
看我的就好了，跟我跟在我后面。那确定了啊？确定确定。我都想说，这个地方到底来过没有？为什么都没有路？我们大概方向了。啊，哦，两个方向都对了。对对对对，自己砍。哎，这个跟我们大冒险家精神一样啊，不要怕前面没有路，大冒险家走过的地方就是路。是的，不要担心前面没有路，因为这次我们有周族勇士帮忙我们砍路。小杨说，如果我们走古道的话，起码会多出一个小时的路程，所以我们将要在原始森林里面开路，直接翻过山头。他说，这是让大家最快到达救救师的方法。不过现在森林里面的雾气那么浓，我们到底会不会迷失方向呢？这个我有点开始给他担心了呢。堵的那种清楚。哎，我昨天晚上是不是这个咬的？哎，大家注意哦，这边有蛇哦。像侏罗纪公园，很多蝶类啊，是很像哦。哦，现在我们深入到这个非常多的蝶类的地方哦。哎呀，会不会遇到恐龙？不会啦，那恐龙还在孵化，还不会出来。哟，这边有恐龙蛋了。哎，你确定吗？你这边可以到得了那个瀑布吗？可以。很恐怖的，这到处都是。不同种的蝶类，观音座蝶、三过猫，哦，还有番猪，还有你们潮州族的那个啊、哦、阿里山月桃。对。哦，你看，阿里山月桃好漂亮。哦。哎，你们阿里山月桃跟我们那个平地的月桃花不一样的。不一样哦。啊，漂亮啊，没有。这个拿到平地种会活吗？种不活，因为是高海拔的。好是哦，漂亮。哎，等我。喂，来，小心哦，那个恐龙随时会出来，快出没哦。我看到溪谷了，有，哇，兰哥，就这次部落到了。哎，吴总，嘿，我们到这个我们以前那个旧部落的一个守护神啊，这个两棵大树，啊，这是嘎当嘛？对啊，这个都很灵啊，这个哦，一公一母哦，就是你们那个叫做部落的守护神，对对对对对，这也是算是你们的门户。对对对对对，哇，好啊好啊，那就给他瞻仰一下，哇。很有精神呢，那个枝条很茂盛哦。啊，上面你看那个山树，嗯，哦，这个多少岁了？应该有超过。年纪多大了？超过500岁啊。500岁有哦。那棵也是嘛。对对对。开天辟地就在这里。对对对。就这边，哦、就两棵。那、啊、你们就是部落就在上面。刚好就在这个上方这边，我们的门那个大路就是走这边上去，这样。啊，这边刚好一个天然的溪谷，溪水。嗯。哇，你们就是喝这条溪水长大的。对啊，而且里面的那个动物很。啊、哦，那个鱼类的生态很丰富，就对了，溪虾、溪鱼的。好、嗯哦，所以说你们就这是部落，就是分衍出去就山莓、好茶。不是好茶，山莓。啊，不是新莓。那个茶山呐、啊，茶山呐、啊，好茶是我们鹿凯族的，然后加上我们本村李家村，李家村，对对对，哇，好几千人哦，
应该有几百个人，没有到三千。这就是说，这两棵树一公一母，刚好在照顾你们，就对了，保佑你们，刚好算你们守护神。出位出位，出位，哦，出位出位，啊，就是比较堵的那种群主是。哎，我昨天晚上是不是这个咬的？不是，啊，只听到而已。你看，小小的。它很小哈、哦，对，这个还比较小。小 baby， 这个很多哦。很多，像这种比较潮湿的地方就比较多。哇，大家注意哦，这边有蛇哦。哦，你还要救啊？救个肚子，冒给搬。马洋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哇，这多久没有人来了？多久？我们的祖先啊，搬过来，可能有已经超搬走以后，可能有超过100年，一百年了，哎，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来过这里？有，这你看这个以前我们祖先哦，哎，挖的那个土地啊，这个平面以前都是住家，这边哦，这边可能有将近要5分地的住，以前都是住家，这边现在都是草原，这边的地名我们周语叫 Kritva。Fitfa 什么意思 ？Fitfa 的意思就因为这个是地势非常的这个险要哈，就两边都有峭壁嘛，都有峭壁，就好像居高临下嘛，居高临下 ，Fitfa， 哦 ，Fitfa 就是高高的地方，高高在上的地方 ，Fitfa 安全的地方，对，我们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，我们都很爱护他们，想要把这些能够能够保持原始的那个风貌来看，对，那是大家我们一共同努力的目标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我希望说能够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我们继续把这边部落恢复过来。周主人想回旧竹师旧部落，卢凯主人想重建旧哈查部落。很多人都曾经问我，为什么？难道旧部落的环境真的会比现在的生活还要好吗？我说，阿列西即使是长时间飞行在高空，他还是会回到山上属于他自己的巢穴。出生在海口的阿阿斯，孵化以后还是不会艰苦地回到河流上游生活。不是那里的环境比较好，而是因为那里是妈妈的故乡。对于周主人而言，离家是他们的家，但是就是却是周主人世世代代传统的领域，是妈妈成长的地方，是妈妈的妈妈生活的故乡，是周族祖灵庇佑的河谷，是周族文化的花园。遗忘就是就像遗忘了自己的妈妈，遗忘了妈妈的妈妈，遗忘了周族一代又一代的祖灵们，遗忘了周族的传统跟文化。阿列西不会，阿阿斯不会，周族当然也不会。